大家好，我是东宝。今天开始种西瓜了啊！今天早上稍微下一点雨啊，这种天气种西瓜还是如花了，太阳不是太大啊，不然的话那个苗受不了啊。今年这块地的反应有点扎实嘞，加上昨天背过来了30多包，加上今天这个一起36包粪。摇粪，去年这一块田只搞了9包，今年搞了36包。今年这个西瓜不大个，都够不够人啊？对呀、啊，悠着点，别全部倒这一坨。我这放入的包嘛，今年用的肥料的量是去年的4倍，都不止吧？它西瓜能不能像是去年的4倍大嘞？还是买的去年一样的西瓜种。你看这沟上都填满了。哎呀，这是撒的肥料啊。哦。过了羊粪还要撒肥料。撒的肥料快，一秒快些。这是催芽的。哦。营养粉，靠羊粪。现在开始下种盖膜，这个田里面的种子要迟点，昨天才发了芽，那边那个都已经这么长了，那个直接摆进去了就可以了。我吃饭了，好像说掉。这有3种种子，我们这种好些，颗颗都硬的，我就断脚的。你黄荷包它不断，土干了就落点雨也好。慢一步，过来后头可以采些摘。这坡地落的相当到位。现在土有点干，只能伸出来。不，哈哈，别管你，没事。哎呀，太不大了。弄不掉。地膜，保温啊！给它。有很多朋友说，种过一次西瓜的地方不能种第二次。但是我没种去年那个沟里面，我们今年的沟和那个去年的沟还是有点距离的。不走寻常路。你手那么大。我真的种根嘞。我多撒点肥料了，多撒点肥料了。36包，要死灰。你还能再种6包？你挨干了，再干，撒十包就行了。那你看着，今天我在这扎实嘞。一干也差不多10包嘞，羊屎粪多啊，不好吃。哎，看了。你我的哦。不是要分2波种吗？那边播它苗都这么长的。我还没长的。你也是高兴。花长都没人有闻。那这边就是迟一点的西瓜。迟不到好久，过把星期吧。那边就早一些哦。先把胶子边上全部盖住。是按你刚刚那说，就是西瓜每年都不能种重复的地方，那些专业种西瓜怎么搞？他一年他大家只有那么点地，我看每年都那么种，他怎么搞的？不知道哎。不可能每年还开个荒地去吧？可能有什么药可以防止它让长根。
你们这行就比当那行改好些吧。嗯，越来越顺手了嘛。今天早上那波雨下的还及时，及时雨这就很泥巴都打湿了、不像去年种的时候干巴巴的。大太阳，那天大太阳，及时改磨。现在又是另一个西瓜种，看门那里不知道这个西瓜种怎么样，看那里没好些。嗯，他在没芽看。嗯，他是种插好，怎么乖乖种好都没芽。这个就先种点试下哦，因为没种过。我没得好多子，我没得几颗，他在弄我就七十几颗子，我就得二十几颗好像。好了没有我就没得种，看他的种皮皮就薄。阿姨，嗯，他们讲就是种过一盆西瓜的地方种第二盆啦，嗯，啊，西瓜容易出病，不对，出什么病？忘记了，反正就是西瓜没入发，不晓得。以前他们走两回，一个地方，你走另外地方，他要么看得好好嘛，嗯。反正就不重复种了一百哦。嗯，这个西瓜种估计要种两百。嗯，你那个这，另外我主要就不想这么多，我想多种你的西瓜。哈哈，咱也不晓得哪里种好啊。啊，牛的西瓜肯定入发，就是长不大。我不想种在那我那额头，后面万一哪里没生了我就摘。现在这个是牛奶西瓜。这么多，你看我给大哥带下么多，小他的阿妹我没问他，这样问的他，一样阿的都他都是刚别搞阿们，还是技术不行，我三颗都放不完。我看这个种分不出来是什么西瓜，感觉差不多。细点细些嘛。太细了，你不懂。你慢慢长。这个籽儿是小好多，小籽儿。嗯，我这个这个刚买一包，有几百颗了。今天种西瓜的人有点多。西瓜到各走各的，各吃各的，各买各的。阿姨，嗯，你给舅伯割的是什么西瓜种？你是牛肋骨。哦。养完了啊！这块地种了三种西瓜，看哪种入发些？不晓得，我们摘它，它想哪个好就哪个好，应该牛奶瓜最好。来哟，来摘，来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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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个皮干。上干嘛？今年西瓜就没种那么密，去年西瓜种密了，反而不是特别高产。呸！今年这个田就没有犁了，就没耕。我妈说耕不耕都一样的，只要把这个。这个开槽的地方挖深一点，挖松了就可以了。好，哎，这块西瓜种完了。
那那块呢？那块，我想讲长藤，长藤嘛，哈藤长的嘛，怎么长我哥还栽，移栽进去了。就不知道这块地，这个田啊，去年种过了，不知道今年西瓜怎么样。反正粪好像比去年多很多，多四倍，不知道西瓜怎么样。这相当于人气如养的，该喂的是央视粉，是最好的粉。嗯。他人天吃乳，他的乳搞得多了今年，他是天天吃乳啊。今年羊粪吃饱了。嗯。好，这块西瓜地全部种完了，大概有多久能吃西瓜？西瓜。嗯。要三个月。要这么久？嗯，等谷子抽穗了就差不多了。这里种了大概种了十哈啊。一行大概有十步，一双一步斤两个，有200个挂，一个挂十斤，2000斤，一斤2块钱，4000块钱。想的还是挺美的。那芦粉田还是，还可以，好嘞。我们去看一下那边那个西瓜啊，苗。这边膜已经盖好了，里面羊屎都做底灰，已经下面铺好了，就等这个苗长这么长，直接给它挖一个眼出来，直接放里面就可以了。这个倒还可以啊，这也基本上能长出来了啊，有这么长了。但是我妈说这么长还不成下地啊，她说要从中间开始牵藤了才下地啊，那好一些啊。今年加这块地啊，外面那个田加这个地，大概有一亩的西瓜啊，反正大概有个1-200株吧。好像要是自己吃是吃不完，但是发现今年种西瓜人挺多，感觉全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种了今年啊，是不是？去年被我们带动了，带动了也好，那我们去罗伊西卖，罗伊西也好卖，嗯，罗伊西好多有好多熟人，一车运下去，马上就卖光了。你说这个就是纯天然无污染的西瓜啊，全部上了羊屎粪啊，嗯，非常厉害了。不用揭开吗？嗯，今天温度不是太高，盖着吧。这个种起来很简单，就比如啊，这个膜已经盖好了，底肥都上好了，给这儿挖个洞出来，就把那个盒子摆在里面。完事很轻松啊，春忙啊，今天就大概就结束了啊。小羊也种完了，西瓜种完了，各种的什么苞谷啊，绿豆、黄豆啊，这些全部都种完了啊，就春忙完了啊。现在接下来就是夏忙，夏忙就是摘大秧，各种除草，种的东西各种除草。其实春忙没有夏忙累啊，夏忙就是它除草、打药这些，还有什么田坎这些都是一种。就是弯着腰啊，要不蹲着那里搞的事啊，那恼火一些啊。啊，好像在农村干农活没有什么不恼火的啊，好像一年四季恼火，就过年那几天稍微舒服一点。过年也恼火呀，天天吃肉。天天拌这个菜那个菜。也是也是。好吧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拜拜。